你的钱掉了。哦，谢谢谢谢。其实我们那边有一台摄影机啊。我觉得你的钱可以再掉多一点啊。太少了吗？太少，我就不会跟你讲了。今天呢，我在东区想来做一个社会实验。实验当我的100块掉在地上的时候，路人是会帮我捡起来还给我，还是自己偷偷收进去口袋里面，还是根本就不理呢？废话不多说，先陪我去领钱吧。好的，我们现在领完钱了，我们就一起去做实验吧 ，Action！ 喂。 你在哪里啊？你到哪？哦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其实我们在录影，我们想要看掉100块会不会有人跟我们讲，还是有人会捡起来的。谢谢谢谢。哎，小姐，你们钱掉吗？那个不好意思，其实我们现在在录影。 我们在录影，就是做那个，如果100块掉的话，会不会有人跟我们讲，还是会捡走？谢谢谢谢。哦，谢谢。谢谢。其实我已经做完，我们已经是在第5个了吧，对不对？ 我觉得台湾人真的算蛮有爱心的，真的，对啊，都不会有人要捡那个100块。难怪大家说台湾最美的风景就是人。由于呢，我刚刚在东区发现东区的人民都非常的善良，所以呢，现在我们转战第2个台北市贪婪的地方——西门町，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。 有人捡我的钱吗？有人捡我的钱吗？喂，你在哪里啊？我出去。啊哈！你的钱掉了。哦，谢谢谢谢。其实我们那边有一台摄影机啊。嗯，是哦。我觉得你的钱可以再掉多一点啊。太少了吗？太少，我就不会跟你讲了。对，我会自己放在口袋这样子。对啊，我的计划都跟他讲了，怎么办？哎，你讲一点话吧。你刚刚是不是很想捡？我没有没有没有。有人发现我的200块吗？有吗？有人发现我200块吗？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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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段落啦，其实今天将近做实验有20几个人，那有一部分的人是没有看到，所以完全没有反应。有看到的有10组嘛，只有一组把钱拿走。可是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看，其实其中有一组是他是外劳，其实大家对外劳印象好像不是很好。 可是，在我钱一掉下去的那当下，外劳马上就告知我了。其实，我觉得基本上在台湾的人民素质其实都很好。扫描 QR code， 不要错过精彩内容，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、疯传媒，小铃铛开起来，一起来跟风，开起来。